都叫你这下够窝了。没错，那咱开始扎脚泥吧。脚泥扎软，越扎越软。脚泥扎软，越扎越软。脚泥扎软，越扎越软。好像真软多了。真的假的？我的这个咋还那硬啊？我的都软了。东东，你的太大了吧？这你都不懂了吧？等一会儿我做的东西也大。哎，东东，这衣服提醒我了，咱可以用脚泥做东西。对。那我要用脚泥做个大哥大。那我用脚泥做个小铲子。那我做个大手机。那我就做一个蛋仔吧。乖。扎软之后再开始做。好。脚泥扎软，越扎越软。嘿嘿，妹妹，我知道你现在做的是啥，是蛋仔的身体。没错，我等会再做一个手给脚都好了。还有他头上的那根天线呢。对哦，我差点忘了。看我大哥大的模型已经做好了，等一会儿这上面安个天线。嗯，再加点按键。没错，做完之后拍啊，我借给你，给你爸打个电话。乖。哎呀，能打通不能？哎呀，不用插卡子我打。真的吗？那我叫俺爸给我寄点鸡腿。好，我给你做真的。恁都不染，还是等着看我做的小汽车吧啊！哎，天线做好了，开始做按键。您看，我的蛋仔做好了。妹妹，你做的蛋仔给个肉丸子。那可能是它的伙食比较好，吃的比较胖。我的也做好了，您看。啊，胖呀，你这做的啥？奥特鸡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不对不对，我觉得是火鸡。都不对都不对，是愤怒的小鸟。你咋说的都不对，我做的是做熟的烧鸡。哎，赶紧看我的吧。看我做的小汽车。哎，你别说，东东做的新鲜棺材嘞。这小汽车，这有车门，你没看见吗？啊，那你那前面总不能是引擎盖？肯定的，谁家车没有引擎盖？这后边是兜吗？嗯，倒没撞烧鸡似的。管。好了，胖丫，我的电话做好了，你可以给你爸打电话了。哎，真的吗？拿来我看看。爸的手机号是123456789。喂，爸，咱们这个给我寄的大鸡腿哈。哦，给，给俺爸发了。你爸你寄几个？寄20。哎呦，我给俺爸打个电话，人家俺爸给俺寄鸡腿。我做个小人坐起来呗。叫我小人。